元安，你与那位赵公子相看得怎么样啊？我告诉你啊，他可是名门之后，他的父亲可是大名鼎鼎的赵敬琏大将军。我听说天后一度对他非常器重，怎么样，是不是很喜欢？ 以后我的事儿你别管。哎，来来来来来来，帮我试药，调一个颜色，放心，吃完以后你会变漂亮的。来来来，调一个。你这是干什么呀？你哎呀，这你这人怎么这样啊？不高兴拿我的药发脾气，你真是，你这。陈天书。 你叫谁？陈天书，天书和尚。我，我，啊，哦。 曾经用过这个名字，有什么话你就问吧。我就想知道当年你做过什么，惨案是不是你制造的？你为什么想知道这个？因为我帮你，是因为想做大侠，并不想做窝藏罪犯的同伙。 这个问题，我问了自己很多年了。我到底是不是一个坏人？如果我是一个坏人，那为什么师父教导我、养育我，如亲生父亲般对待我，我为什么要对不起他呢？如果我不是一个坏人，那他们为什么说是我杀了同门师兄弟，最后我成了通缉犯？ 而我的师兄天桥，他成了国师，谁好谁坏，有时候很难说。那你为什么只有两颗天珠？因为师父只给了我两颗，这是九星天珠，不是一般的天珠，是师父用佛法庇护的上古。 你不再怀疑我了。如果你真的是一个坏人的话，也不会落魄至今吧？还被我收留在这里。他说的好像也有几分道理。 那陈天书本是三藏法师的徒弟，三藏法师刚刚圆寂。 他就制造惨案，残杀同门，是个狡猾凶悍的人。你聪明机敏，天真善良，可千万别被人给带坏了。其实那个赵兰芝长得还挺好看的，可是我讨厌她，谁让她总是一副自以为是、自己什么都对的样子。我才不要搭理她呢。姨妈，你看怎样？ 你讲，云烟，问寒问寒，真的成功，谁能跟你给？说什么呢？哟，害羞啦！去，把马给我牵出来，我要出去玩。 咦，你去哪儿？听说有一个杂耍，看看去。嗯，走吧。这。
恭喜恭喜啊！谢谢。都是我的。快来！